哇呢排啲行情咁淡，你睇啲饭档都冇人食嘢嘅。梗系淡啦，而家啲嘢咁贵。嗱，好似寻日咁啊，你叫我食饭，叫一条非洲鱼啫，一碟青菜、洋葱炒蛋咋，都60几啊。又话好平嘅，早知啊，我悭翻啦。啊，咁我点知嘅啫？嗱，日日拍乌蝇啊，最惨大档摊，行情日日咁鬼差，生意又咁淡。真系你有好多啲商店话要关，啲大老板都与伙计落晒难。就话要踎蹲得冇得让你拣，肥田啊冇水耕，工作系有限。吹凉你要减薪，炒鱿鱼仲更惨，因为你铺头呢每天有蚀冇赚。唉，梗系踎蹲啦！依家咁嘅时势，炒鱿鱼有咩出奇啫？咩？我有个朋友啊，开咗间个 B 店，都执埋啊，仲争人周身债，走佬啦！你话惨唔惨啊？佢系咪烂赌啊？我点知啊？现在有钱佬有啲仲更惨，银行欠好多，袋里亦有限啊！今日你有好多都宣布大破产，可怜你也可悲，每天过活困难。实在冇心机，得冇心情去玩，能求得有两餐，总算避过难。心内就满感触，不讨厌在世间，生活痛苦中眼中有泪暗叹。唉，边度有心情去玩啊？求其有两餐，平平安安度过就算咯。嗱，我仲有个朋友，佢住大洋楼 bungalow 噶，坐大细眼添啊！而家搞到喺街边炒鬼雕啊！有乜法子啫？就算你唔食啊，老婆仔女都要食噶嘛？你话系咪？咁啊系嘅，真系惨啦！总之就万物再使钱去 shopping 乱买衫，平时大要死悭，冇钱去食那饭。想渡过此关，老虎蟹亦要撑，周围你也讲金要赊借极困难。嗱，为着要死悭呀，麦基面最啱，都维持啦每一餐呀，青菜又炒蛋，一齐渡过呢一个难关，他日会好转，仲会露笑颜。